大家好，我是赖建国，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历代志。我们已经看到上帝高立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王，大卫已经攻取了耶路撒冷作为国度的京城。历代上第十二章也讲到，大卫有十二个支派的勇士都来归向他，跟他一起来建立他的国度。十三章、十四章是我们看到大卫就迎接约柜。 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想要让耶路撒冷城成为敬拜的中心，不过那一次呢没有成功。大卫在痛定思痛以后，再重新按照圣经的律法，要这个祭司立位人用肩膀扛抬约柜进城。这一次呢，举行这个盛大的欢迎典礼，约柜进城了，大卫跟百姓都非常非常欢乐。 大卫也带领众人在上帝面前献祭，把这些祭售献祭的礼物就分送给以色列各个家眷，让大家都可以分享在上帝面前献祭的喜悦。因为约柜是上帝他治理国度的一个中心，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中心。这个事情呢，看来就已经顺利的完成了。我们在历章第十六章里面呢，就看到。 大卫就第一次带领众人用诗歌来敬拜、赞美耶和华。这个诗歌是一个复活的诗歌，其实我们猜可能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诗歌，把大卫做的许多的诗歌，里面包含对上帝的敬拜、赞美的，包括敬拜上帝、他守约、颂赞上帝创造、感谢上帝拯救这几个方面的，都分别。 立在这个诗歌的里面，让我们对上帝的颂赞能够更加的丰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，讲到上帝跟大卫立约，我们一般称作大卫之约。在今天这个主题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王宫里面，他就有心要为耶和华的约柜来建造一个圣殿。 大卫利益建殿，他跟他的先知拿丹就谈起来。拿丹就说：“这是一件好的事情，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。上帝也与大卫同在，所以他就跟大卫说：‘你可以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。’”这边我们先讲到呢，一个人如果爱另外一个人，或者我们讲爱上帝，我们就想要为上帝做一件什么事情？ 为一个我们所爱的人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大卫就想到说：“我住在舒适的王宫里面，可是耶和华约柜却在帐篷的里面，他心里面过意不去，就想要为耶和华来建造一个永久的居所，就是圣殿。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，也是必须做的。哪里想到呢？那天晚上，拿单回到自己家里边，耶和华就对他讲话了，说：大卫王。” 他要为耶华来建造圣殿，可是大卫他在以后还要继续的征战，他没有时间能够安静下来，真正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，所以就不准大卫来建造。所以第二天拿单就告诉大卫：“你不可以为耶华来建造圣殿。”你看在这上面呢，我们有好多的思想啊。这是一件好的事，这是一件对的事。 可是大卫利益竟然没有被上帝所接纳，那不是很挫折吗？比如说，我们说，一个人要被圣灵感动好多次，才会开始来行动。可是，一旦他行动了以后，要到他停下来，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。可是你看大卫呢？不是，他有这样子的心意，虽然没有被上帝接纳，可是呢，他却心中更加存着感恩。 因为上帝把更大的恩典就赏赐给他，在沙漠尔记下的第七章，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历代至上第十七章，都记载这件事情。上帝嘉许大卫的心意，但是并没有接纳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，就是人的好意不能够胜过。 上帝的旨意，还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才可以。上帝告诉大卫，原本上帝并没有要求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一个圣殿，以色列人是住在帐篷里面，上帝就只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一个会幕，作为他们跟上帝敬拜的地方。 上帝没有要求要在一个很高大华美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呢，反而是他愿意淑尊降贵，跟以色列人一起来认同。在这边我们看到，上帝告诉给大卫，上帝要赐福给他大名，上帝给他在这个地上面能够安静，上帝赐福给他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但是有关于建造圣殿的事情。 要等到大卫的儿子才能够来完成。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大卫的伟大的地方。这件事情没有要大卫做，但大卫没有因此而灰心或者挫折，反而就想到说，大卫就尽力的来为以后他的儿子要建造圣殿，他做好各样的预备工作。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呢，大卫为了建造这个圣殿。 他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地点，建造圣殿的材料，建造圣殿的蓝图，建造圣殿的人员，还有建造圣殿之后完成了所有这些人事，他也做了一些安排。在这圣殿里面，圣殿完成之后，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，要唱一些诗歌颂赞神，他的那些诗歌都做好了。大卫呢，有君子成人之美。 所以以后所罗门继位，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面，就把建造圣殿就完成了。但是上帝虽然没有允许大卫建造圣殿，却给他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要跟大卫来立约。立什么约呢？他就告诉给大卫，我不但是选立你作为全以色列的君王，而且呢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，世世代代,代。 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。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大卫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向上帝祷告：“我是谁呀、啊？我的家在以色列当中算什么？上帝选我做以色列的君王。上帝看这个事情还是一件小事情，竟然还选我的家世世代代都要坐在宝座上面，我哪里配这样的事情？以色列虽然之前…… 已经有了扫罗坐王，但是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有这样子一个幻想，说是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，这是从来没有的。但是上帝竟然把这样恩典就赏赐给大卫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大卫呢就进到上帝面前，坐在上帝面前去向上帝这样子的祷告，他觉得自己很不配。那个坐呢，我们自己猜，很可能呢。 其实是讲到跪坐在上帝的面前，这比较像是中国唐朝以前呢，人就是用跪的的代表坐，或者像现在日本式的房子啊，这个和室，和室里边呢，人就是正坐。什么是正坐呢？就是跪在那个地方。大卫就是跪在上帝面前，向上帝来献上他的感谢。他觉得自己很不配，他称颂上帝的作为。 但是很宝贝的，就是大卫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大胆的来求神成就他的应许，说耶和华啊，我向你恳求，求你按照你所说的来成就这事，让我的后裔、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。大卫得到上帝给他的话语，他的儿子要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，他的子孙要继续坐在这宝座上面，而且上帝的热心。 要来继续完成这个事情，我在那里呢，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。你看大卫呢，他没有扭扭捏捏，没有不好意思，反而是上帝怎么说，他就抓住神的话，大胆向神恳求，求神来成就。这个是，我们讲到，有点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，那个亚比斯的祷告，扩张他的境界，不是说成全我的野心。 而是让上帝的旨意借着我来完成，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，神必定就要来成就。上帝跟大卫立约，上帝选立他作王，赏赐给他大名，应许他的后裔，坚定他的国位。大卫虽然深深的感到不配，他却称颂上帝的作为，而且大胆的求神就来成就。 在这一章里面呢，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字，是在希伯来文字里面一个双关语，这个字呢叫做 bite。一方面是讲到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的圣殿，就是那个 bite，可是反过来，上帝说我要在这个地上设立一个立我名的居所，这个 bite 呢不是要由你来完成，而是要由你的儿子来完成。 再有呢，就是上帝应许给大卫，要为他来建立一个家室。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“建立家室”，其实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要为大卫来建立一个朝代。不管是这个家世呢，还是这个朝代，也是同样这个“拜”所以这个“拜”它是一个双关语。大卫要为耶和华来建造一个“拜”但是反过来是耶和华亲自来为大卫建造这个“拜”在历代史上第十七章跟萨摩尔记上第七章呢？ 我们要做一点的比较，《历代志》上十七章跟《萨母尔记下》第七章都是讲到上帝跟大卫立约，内容几乎是一样，但是中间有几个词句不同的呢，倒是值得我们注意。看到《历代志》的作者或者编者，他整个取材主要表达的一个信息，在《萨母尔记下》第七章是强调那个房子，就是强调这个 “bite”。 神建立大卫的王朝，大卫的儿子要继续来做王，坐在宝座上面。他的儿子要为上帝来完成这个建造这个拜特的工作，但在历代上帝实际当中呢，却是强调时间。现在还不是建造圣殿的合适时间。太平的时候还没有来临，大卫不能够建造这个圣殿，要由他的儿子。 在一个比较太平的时候才能够来完成。上摩尔记下第七章的第七节讲到，上帝选立大卫呢是做支派的事实，事实就是一个审判者或是一个君王的意思。但是历代上第十七章的第六节讲到，是选立他做整个以色列人的事实。其实这个是看到大卫呢，他是一个从士师的时期转到成为一个。 君王的时期，一个过渡的人物，跟这前面的扫罗王是有点类似。但是在萨母尔记下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，大卫的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，耶和华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上帝的子民，耶和华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上帝的儿子。那是讲到呢，原本应许给全以色列人的，在出埃及第四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，以色列人。 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父。现在呢，把这个父子的关系，全部就由上帝跟以色列啊，上帝跟这个大卫跟他的儿子呢，一起来继承，要由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，由这个家族来成全上帝给全以色列人的立约的应许。但是这里呢，也讲到，如果大卫的后代。 坐在宝座上面的，他犯错的话，上帝要用刑罚的杖来管教他，因为人难免会有错。这我们在野兽历史上面也特别看到。可是我们读到了历代史上第十七章呢，却很稀奇的，这一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，好像就是给我们一个印象：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，将来要有一个君王出来，那是一个理想的君王，他不会犯错。 他也不需要上帝来刑罚他、管教他。再有一个宝贝的就是，上母耳记下第七章讲到，是你的家、你的国，上帝要来建立。这是讲到大卫的宝座，而在历代至上第十七章里面，却反过来讲了，这是我的国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耶和华的国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，在历代至上第十七章里面，已经从地上提升到了天上。 从大卫家就提升到耶和华的家。君王原本是代表全民来承接祝福，但是以后呢，上帝要带来一个理想的君王，要来完成上帝给全人类的祝福。这个大卫之约，他就成全了希奈之约里面一切的祝福跟恩典。在这里，我们要讲到有关于君王的应许。 上帝在《旧约圣经》里面，从《创世纪》就一直讲到有关于君王的应许，并不是到了后来才另外选立的。在《创世纪》的第十七章，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有君王产生。《创世纪》第三十五章讲到，这个应许就要给雅各的后裔。《创世纪》第四十九章八到第十二节，再把它范围再缩小，是雅各的儿子犹大的后裔。那到了。 上摩尔基下的第七章，跟历啊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这边呢，范围再缩小，就变成是大卫跟他的后裔要产生这个君王，上帝要在这个中间来成就他的大事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条线，就是耶和华自己作王。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就看到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，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。 他们过了大海之后，摩西就做,做诗歌，在这个诗歌的结尾的地方就讲耶和华做王直到永远。这个主题就继续的发展，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，以色列中间有欢呼王的声音，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就做这个王。耶和华就是真正以色列人中间的大君王。这个主题呢？ 在《生命记》的第三十三章第五节那边也讲到，那边说耶和华在耶稣伦中间作王，耶稣伦的意思就是正直者，耶稣伦就是用来代表全以色列人的。所以那次讲到耶和华自己来做他们全以色列人的君王。那我们看到这边两条线，一条线是讲到从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犹大到大卫，在人的谱系里边。 上帝选立君王，但另外一条线呢，是在出埃及记、民书记到生命记里面讲到，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王。以后我们到了耶稣基督身上，就发现呢，这两个主题两条线就合成了两股的绳子，合成了一条绳子，就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是上帝自己来做君王。现在我们对于旧约里面的约，也做一点的说明。 旧约里面其实一共有几个主要的约：罗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西奈之约、大卫之约，还有呢，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讲到应许新约。这些旧约它有一些共同的特色：第一，就是立约都是由上帝主动的，这是强调恩典；第二。 立约都是在历史的架构里边来进行的，这是强调拯救。第三呢，立约的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强调自由。第四个，立约的双方在立约以后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里边，这是强调双方深度的尾声，好比说，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以前，他们是情深似海。 等结婚以后呢，他们就成为夫妻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不会再认任,任何一个其他的异性做他爱的对象，他只有单单的爱他的妻子、爱他的丈夫、爱他的配偶，一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为止。所以，这个是讲到圣经的立约，在我们今天人间也可以做一点的说明。 再有呢，第五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，都是特别强调，它是一个大君王的赏赐，是耶和华主动赏赐给人，得到这样约里面的好处，这是强调上帝的应许；而希奈之约呢，是强调这是大君王的条约，强调人在这个约里面必须要忠诚守约。 我把旧约做一个比较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面所显示出来的旧约里面雅，从这个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希奈之约跟大卫之约，我把它做一个非常简化、啊、来做一点说明。在立约的时间方面，好像都是经历过一个大的事件之后。挪亚之约是在挪亚全家出了方舟以后。 亚伯拉罕之约是他们全家出了乌尔之后。西奈之约是讲到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，而大卫之约呢是大卫把约柜引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，所以都是进入到上帝的大拯救、大恩典跟大能力。然后立约的时候，上帝用什么名字来跟他们立约呢？也有一些不同。挪亚之约是用上帝，就是 Elohim 这个字。 这是强调上帝跟普世万有之间一般性的关系，而亚伯兰之约呢，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里面讲到，是全能的神 l Shaddai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为全福的神，因为在这个名字里面呢，比较不是讲到上帝带领人去征战得胜，而是讲到上帝赐给人各样的祝福。 西奈之约呢，是上帝启示给摩西，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。摩西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人，问上帝：“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”而上帝启示给他：“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，就是自有永有。”这个“自有永有”呢，就是包含上帝的名字里面一切的完整的、丰富的含义，在这里面通通都有了。所以，上帝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呢，就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跟他们立约的。 而大卫呢，在萨母尔记那边就讲到，他跟上帝来立约的时候，他呼求上帝的名，用什么名字呢？称呼上帝是主耶和华、啊。你看那个是一个多么亲密的称呼。这个称呼“主耶和华”呢，我们只有在大卫跟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称呼里面特别看到。所以这些称呼都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显示出来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。再有立约的对象。 挪亚之约是跟所有的活物应许不要把他们给灭绝，亚伯拉罕之约是上帝跟一个家族立约，但是要借着这个家族使天下万民都得福。西奈之约呢是上帝跟一个民族立约，可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目的是要透过以色列人来赐福给天下的万民。上帝跟大卫立约呢是跟一个朝代，可是借着这个王朝。 要来赐福给以色列民，要赐福给天下的万族。内容方面的话呢，在挪亚之约是应许生命，上帝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。亚伯拉罕之约，上帝应许给他，给他民，给他国，给他土地，给他后裔。不过我们看到呢，亚伯拉罕最关心的是什么？就是关心就是后裔啊，因为没有后裔，没有人的话呢，其他这些通都是空的。 所以我就把它简化成为就是应许后一。而西奈之约的话呢，是讲到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是全以色列通通成为祭司，全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。祭司是站在上帝跟众民的中间的，祭司向上帝来祷告，为众民代求，向上帝献上悔罪的祭物。 祭司也是站在众民的面前，代表上帝来赐福给众人，把上帝的福气带到人当中，所以祭司是一个中保的地位。可是，在以色列当中，原本是全以色列都是祭司，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软弱、退后、害怕的缘故呢，结果就会变成只有亚伦家被选立做这个大祭司。只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才能够再一次恢复全民皆祭司。 这是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宗教改革的时候，马丁路德所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口号。那么大卫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应许君王了，要透过这个君王来成全上帝在这个之前跟所有人所立的约，把约里面一切应许恩典呢，要透过这个君王给成就出来。目的，挪亚之约是要赐福给大地，亚伯拉罕之约是要。 赐福给万民，西代之约赐福子民，而借着他们来赐福天下的万国。大卫之约是要赐福君王，借着君王来赐福给整个的以色列民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立约都有一个记号的。挪亚之约是用天上的彩虹做记号。亚伯拉罕之约是用人身上行割礼这个宗教的制度。 作为立约的记号，而西奈之约呢，是用安息日这个宗教的制度来作为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凡是有以色列人影响的这个范围呢，或者圣经影响的范围，我们一个礼拜就会有一天的休息。大卫之约呢，可能就是用圣殿作为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圣经上面没有明讲，不过我们很多人赞成，或许这个圣殿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。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呢，就是讲到上帝跟大卫立约，大卫有为耶和华做自己的事,事这样的一个好意，结果呢，上帝嘉许他，虽然没有同意他建造圣殿，可是上帝却跟大卫立约，要把上帝一切的福要赏赐在他身上，也借着他使天下万族都可以蒙福。求上帝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也在这个约里面。 可以得蒙上帝一切属灵的福气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会。